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70名，770名，最后一行，从当中看起。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是此有二义。一者，如本经第23品设法，无量诸佛个个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。第二呢，如《阿弥陀经》曰：“彼诸佛等，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，而作是也。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，能于娑婆国土无著卧室，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”十方诸佛皆赞世尊演说是经，且是经原名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是故故知如是经法是为十方如来所称赞护念，故世尊复诸弥勒等做大守护。我们念这段经文啊，首先我们要知道有佛法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众生有福啊，听经闻法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，这个缘分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佛在经上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尤其是听到这样的法门。我们在前面刚刚读过佛实在讲所证的这个事实真相，确实是太深，不可思议，如同前面经文所说的啊，能说法人呢也难开始。能说法人是谁呀？是诸佛如来呀。他也很难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。这个事情一定是为证方知，你没有入这个境界，无法理解。如果是初学的人，听这样的大法，就像小学生上研究所听这个像博士班的听课一样，他不会有兴趣，他听不懂，因为事实真相与我们的常识不一样。我们常识当中，你看人生老病死，这正常现象啊。花开花谢，正常现象。可是佛的境界里不是这样的，佛境界说一切法不生不灭，
就把我们搞迷惑了。啊，没有生灭相，这个理很深很深。啊，我们学了几十年，也是含糊、笼统啊。啊，幸亏近代的这些物理学家，他们的研究报告啊，居然也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说法跟佛说的越来越接近了啊，帮助我们体会到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意趣啊。可是科学家也发表的这些东西现在还没成熟啊，所以这是最先进的，叫前卫科学啊，就刚刚开始发现啊，确实有证据，但是证据还不足啊，再有几年的研究，证据充分了啊，全世界人就相信了啊。德国普朗克可以试试开心核啊，他已经不在了，过世了。他一生的研究把物质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真不容易啊。物质到底是什么？他们的方法是分析啊，一个物质分成两个，两个分成四个，四个分成八个啊，这样分，分到极其微细，就发现了原子、电子、粒子、夸克啊，再分的时候发现量子啊，量子里头还有极其微细的小量子啊，物质分到最后变成这些东西，这发现量子从哪来？这极小的量子从哪来的？发现它从意念来的啊！所以，从科学发现肯定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啊，意念变现成物质，物质不是真的。所以，普朗克的结论是：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啊，这个跟佛经上所讲的一样，佛经告诉我们，一切法，这一切物质现象从心想生啊，不但物质现象是心想生的，精神现象也是心想生。啊，那我们看自然现象是不是心想生的？这个现在还没有定论。啊，照佛的说法，是先有这阿赖耶，先有业相，业相就是自然现象，从业相里面变现出转向。就是意念啊，意念是从业相里面变现出来的，从转向里面呢变现出物质现象。这个物理学家的说的是跟佛法讲的是完全相应啊。这个发现如果将来社会大众都肯定都承认了，带给人类很大的幸福啊！你只要懂得用你的意念，
你能让你的身体健康长寿，你能让你的身体百病不生，你能让你的衰老会减慢啊，这个意念就很厉害，意念也可以转变我们地球的物质环境。啊，那么这许许多多灾难都可以用意念来把它化解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物质的基础是意念。意念起了变化了，外面物质肯定起变化。跟还原观上讲的原理相同。啊，所以懂得这个道理，诸佛菩萨极其微细的念头，不管是有心无心，都非常谨慎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谨慎就造业，一个不善的念头就在造业，一个善念也是造业，善念造善业，恶念造恶业。啊，善恶通通有报。啊，既然变法界、虚空界跟我们是密切相关，啊，所以这个报也就不可思议。我们一个善念，好像是若无其事，也许他方世界人啊得到幸福了。一个恶念呢，也许他方世界有了灾难了。我们起心动念如是，一切众生起念动动念都如是，它是一体的啊。所以佛陀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的意义就非常非常之大了啊。教好一个人呢，不只是你自己好啊，这整个宇宙都好啊。啊，你要不好的话，会整个影响宇宙啊。啊，这从前人不知道，佛法里头正果的人知道，这大修行人他们知道，他们为什么不说？没人懂，人不相信啊。啊，就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四摄法，四摄法是缘呢、啊，啊，这个四悉檀呢、啊，啊，从四悉檀就看到佛无尽的慈悲，啊，悉是普遍的意思，檀是布施，佛用这四条。普遍布施给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这个一切众生是从上至等觉菩萨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乃至包含了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没有一样东西不在里头啊。佛为什么出现世间？是因地当中曾经发过宏愿啊，像四宏愿所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曾经有这个愿，那现在成佛了啊，成佛之后有这个能力了啊，你没有能力度众生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有了这个能力，那你就应该要做。啊，你不做，怎么对得起人呢？啊，但是佛是观机，这四种都是观机。
啊，首先总的原则，佛是为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惑颠倒来的。我们对于事实真相、宇宙人生真相，对自己完全不了解。啊，不了解，我们就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叫造业。啊，谁搞清楚，谁搞明白呢？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的法身菩萨，就是明心见性才搞清楚。没有到明心见性，都没有搞清楚啊！啊，明心见性是证悟啊，得受用了。没有明心见性，像我们这是在经教里头，几十年的熏修，这叫解悟。解悟我们懂得了，境界没转过来。啊，没有切入他的境界。啊，在我们这种情形之下，修任何一个法门，这一生没办法成就，这肯定的。但是遇到净土，这个缘分太不可思议了。遇到这个法门的人的话，你要真信真愿，就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这个法门真正是究竟第一义法门呐、啊！四学坛最后讲的是第一义啊。啊，第一是帮助这个人成佛。啊，帮助这个人，把他提升，啊，跟佛陀同样的境界。这种慈悲恩德没办法陈述啊，叫你一生成佛啊，条件很简单，只要你真心真发愿啊，你真肯念佛，他就能成就。这真正叫离究竟苦啊，得究竟乐啊！啊，这是佛为什么会出现啊？这个菩萨声闻缘觉到这个世间来啊，都是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。方法呢？方法是教学，众生根性不相同啊。佛经上常讲上中下三等根基啊，上等根基，佛跟他讲大乘法啊，中等根基，佛给他讲小乘法，下等根基。佛跟他讲人天法啊，因为他不知道人上有人，天上有天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看到眼前，他只喜欢在人间享受人间的快乐啊。佛不辜负他，佛不勉强他，你想什么我就帮助你什么啊，你想得人间的富贵，佛帮助你，决定可以得到。啊，这叫小根基的。啊，所以说，佛师门中有求必应。啊，只要随顺佛陀的教法，你肯定得利益。啊，小根基得小利益，人天福报。中等根基的中等利益啊，中等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能够往生四圣法界啊，那个地方是净土
啊，大根基的帮助你破迷开悟，这大彻大悟，你可以升到十宝图啊，佛菩萨住的地方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叫为人啊，应机施教啊，众生烦恼习气很重，佛用种种方便帮助他。啊，贪欲重的人，佛叫他不净观。让你把烦，这个欲望降低，啊，给你讲六道轮回，给你讲因果报应，把事实真相告诉你，你贪心就可以止住了。啊，希望得财富，佛教给你，从财布施，你才能得财富。啊，不劳而获的，都是你命中有的，你命中没有，你就得不到。啊，不是你命里没这个财，你得到了，这个财会把你压死。啊，你不是生病，就是有祸灾祸来了，命里头没有嘛。啊，强盗抢劫的财物，还是他命里有的。命里没有的时候抢不到，抢到之后灾难就来了。这都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命里既然有，何必用这种不正常的手段？不正当的手段，不但是你命里面的财富亏折了、打折扣了，而且带来灾难。啊，地位也是如此，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情。啊，你命里头只有这么高的位置，再往上爬的时候，不是你命里有的。啊，结果这位置也得到的是，到的时候，人寿命就到了。啊，我遇到这桩事情。啊，有一位将军少将，啊，神中将。啊，这是一桩大喜呀！啊，可是这桩事情啊，没有公布啊。啊，升中将的时候，这是上级批准了，他升中将了，还没有发布，消息走漏了。哦，他的朋友给他道贺，啊，对，他也。办了一桌酒席请大家，就在喝酒的时候就死在这个桌上。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现象，他没有这个命的，你看只有一颗心里面，两颗心就把他压死了。那这什么呢？就是快乐死了，欢喜死了。啊，欢喜也能死人。这我亲眼看到的古人讲的话没错，叫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呐、啊！你何必要争呢？啊，如果你真的想求的时候，你的积功累德，啊，那个得来是个真的，
为什么呢？那报仇嘛，你的好事做多了嘛，啊，上天报仇你，啊，你的地位往上升，你财富不断增加，啊，那是你付出代价得来的，在佛法讲，你付出的功德得来的，在世法讲呢，你造出的福德得来的，啊，这个地位跟财富啊，你都能保得住，啊，如果不是的，是用非法手段而得来的，那就知道你命里都有很多，为什么呢？打了折扣，亏折了。你还有这么多，可是复想完了之后，你的灾祸就来了。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！不是不报啊，时辰未到啊！啊，太过分了的时候。果报立刻就现前了，啊，这些事情都在眼前，只要你稍微留意，你都能看见。那何苦来呢？人真正明白了。了解事实真相了，求可以，不求也可以。啊，不求的就更高啊！啊，名闻利养都不要的话，这人健康长寿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，肯定啊！啊，他活在这个世间更快乐。就法喜充满了，啊，他落的不是地位高，不是财产多，不是这个，啊，他落的是什么？他烦恼少了，一天比一天少，忧虑少了，牵挂少了，啊，完全明白觉悟了，这人生过得自在。啊，所以佛教学因人而异，因时因地因事不同，佛教的都不一样啊。那成慧的，成慧多的叫他修慈悲心；愚痴多的叫他看因果。啊，叫他看一切法离不开因缘，慢慢他智慧就长了。啊，所以佛说经讲经说法，应机实教，没有定法可说。前面讲过，啊，根基成熟的，佛一定拉他一把，决定不舍弃，要帮助他提升。啊，人天把它提升到小乘，小乘提升到大乘，大乘提升到一乘。遇到有敬重缘分的人，这是一个特别缘分。啊，念佛生息，他就成佛了。所以第一义悉檀呢，念佛是。就近第一，为什么？你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，你没有不成就的。往生极乐世界，即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往生你也做佛了啊。到极乐世界做佛的时间长一点，极乐世界无量寿。时间长一天短一天有什么关系？
啊，所以说没有一个不成就，通通叫一当生成就的佛法。这经中念佛法门了，当生成就啊，贵在能真心啊。所以世尊为我们说这个法门，一切诸佛都赞叹。啊，那这就说明了，这个法门是一切法门、一切诸佛所期望的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，大家都在等待的。啊，今天有人宣讲，当然有人宣讲的道理是有这一类的根基。如果说没有这种根性的人，佛不说。啊，佛既然说了，肯定有这种根基。啊，我相信许许多多学习大乘佛法的人，叫八万四千法门，一生当中不能成就。啊，今天遇到世尊宣讲净土法门，待业往生，他们过去修行的根基通通都可以与这个法门相结合。啊，只要他们能信能愿，他们是决定得生。所以这部经就是《阿弥陀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原名，这经上有叫《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》。啊，那么《无量寿经》是大本，《弥陀经》是小本，小本说是《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》。大本还有例外吗？无量寿经也是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啊，要知道这是一个道理。故知如是经法，实为十方如来所称赞护念。啊，哪一尊佛不称赞？哪一尊佛不护念？为什么？唯独这个法能普度一切众生，当生成就。所以，诸佛称赞的，这是摆在第一个、第一位；诸佛护念的，也是摆在第一位。啊，只要能够依照这个法门修行，护持这个法门，弘扬这个法门，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经上讲的这个功德跟佛是相等的。这是讲到极处了，没有比这个再高了。那佛是这么说法，真正相信的人不多啊！大家都以为什么？这是佛勉励我们的话了，这不是真的啊！都在这怀疑啊！故世尊复诸弥勒等。这个等字里面范围大了，一定要晓得这等字里头有我们在里头啊。我们只要肯接受啊，来守护这个法门啊。怎么守护？依教奉行
啊，佛在此地教我们什么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你只要把这八个字做到了，你就是大受护者。啊，佛也把这个法付托给你了。啊，请你来做大受护啊。啊，大指超越群伦，以此法门第一稀有啊，可以刻名为大了。于此守护叫大守护啊。啊，又此守护甚于护持头目。啊，我们人在危难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把头抱紧。啊，头要保护好，眼睛保护好。啊，护持这个法门就好像护持头目一样。啊，超越常情，这叫大。又唐义云，啊，五种云一本里面唐义的。啊，这段经文唐也是这么说的：汝阿耶多，我以此法门即住佛法，住雷于汝，汝当修行。我今为大助雷，啊，嘱咐给你，就雷是麻烦你了，当令施法久住不灭。啊，你应当把这个法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不能让它灭掉。对弥勒菩萨讲的。啊，那么这个经里面讲的就更清楚了。啊，世尊诸佛弥勒等做大护大手。啊，把我们每一个依教修行的人，每一个弘扬着法门的人，护持着法门的人，全部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那我们就晓得了，我们这一生虽然默默无闻，做了一桩大好事。这个大好事，佛知道。我们以这个功德念佛求生净土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？啊，我们的信心可以从这个地方建立啊，可以从这一桩事情坚定了。啊，世尊做大助雷，啊，助是辅助，雷就是麻烦大家。说是故弥勒大师等，应作大受护也。啊，他决定护持。啊，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弘扬这个方法，就是弘扬净土。此事大事于无量寿会上受佛辅助，故知大事当来下生，必弘本经。这是接受佛的附托啊，他怎么能不弘扬呢？啊，肯定净土三经他一定讲。啊，这个法门他一定护持。啊，将来弥勒菩萨降生龙华三会，啊，一定讲这个净宗法门。我们看下面经文：为诸有情长夜利益，莫令众生沦堕无趣，备受为苦。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嘱咐他的话。啊，应勤修行，
随身我教，当孝于佛，常念师恩呐、啊。当令是法，久住不灭；当坚持之，无得毁失，无得为妄啊！正见经法啊，这一段师尊非常具体的嘱咐他。那我们看注解，师尊如此殷重付诸啊，殷勤一再交代啊，这个重是重复，一再交代。该末法中，唯此能会众生以真实利益。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在末法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法门都好，但是众生业障太重。啊，我们生在这点环境不好，外面的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，啊，自己烦恼重，经不起诱惑，啊，学一些佛学的常识，啊，学一些佛教的知识没用啊。那是阿赖耶里头种一点善根而已，啊，确实就像李老师说的，他肯定还是常借轮回，这个时间长啊，一世人生万劫难复啊，的人生太不容易了。人生容易得，很容易失掉。啊，住在世间的时间很短促，失掉人生之后怎么办？啊，如果一转轮回，那就每况愈下。他不是往上爬，他是往下坠落。一世不如一世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关心的，啊，不能不恐惧的。能够有这种警觉，那自己就必须下定决心，专修专弘。啊，弘护是一体，护法跟弘法功德一样，甚至于护法的功德还超过弘法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但是护法不容易，护法自己要内行，要懂得，那个护就是真善护。啊，功德真的不可思议。因为什么呢？佛法在你手上慢慢复兴起来了，慢慢推广了。你不懂啊，就不行了。不懂啊，护法有的时候障碍佛法。啊，是护持，护持里头造业，果报不好。这个造业的时候，可能对往生都受障碍。啊，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很多很多。无论是
出家人道场或者在家居士道场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，地狱门前僧道多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深呐、啊。你已经遇到佛法了，你没有好好的修学，这就是过失。如果还做些不如法的，那你是造罪业。那护持佛法的，啊，该得度的，你没有帮他；不该得度的，你帮了很多。啊，帮了很多，他的烦恼习气很重，他没有成就啊。啊，能够有成就的时候，我看不顺眼，不喜欢他。啊，我不理会他，不帮助他。啊，都是过失啊。啊，所以真正护法的人是谁呀？诸佛菩萨。中国在过去护法的不是凡人啊，你在寺庙里面这些住持啊，这些执事，菩萨再来的，他哪里是凡人？谁的佛法兴旺啊？他能观戒。现在是凡夫，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智慧，不能观人。啊，应该护持的没有，没有护持。啊，最后他走了，道场要没落了。啊，这个情形不就是这样的？啊，这都是我们在一生当中亲眼看见的。啊，我们看见的人走的都不好。啊，尤其在最后一招，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旁边人障碍你。我们见过啊，啊，法师到临命终的时候，还有一点智慧，啊，想把道场改成为弘法道场，啊，找到我，我说好啊，结果信徒不答应，他这个时候没办法了，重病，啊。愿于心为也啊，他往哪里去就可想而知啊，走得不好啊！啊，我们看到这些，能不警惕吗？啊，所以一个人在一生要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，什么样困苦艰难？我不改变，你就会有成就。啊，学佛确实不难，难在坚定的信心。啊，决定不动摇。啊，慢慢等待机缘。啊，机缘成熟，众生有福。我们要多做贡献。机缘不熟，众生没有福啊！众生没有福，想做也没用啊！那换一句话说，机缘不熟的时候，成就自己要紧啊！机缘成就，有这个机缘的话，
可以先为众生，我自己慢一点成就不要紧啊，没有机缘一定是先成就自己啊，到有缘的时候我走向更高处啊，看得更清楚更明白。祖师大德教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是秘诀。古今中外一切成功的条件都是老实。啊，听话正干，听佛菩萨的话。黄念老这个注解里面有83种经论，他引用的，这都是佛的话，大菩萨的话啊，文殊普贤观音师之，这都引用了啊，祖师大德的话，祖师大德引用了101种啊，加上外国的110种啊，所以总共是193种，即佛菩萨祖师大德注经之大乘，即大乘啊，太难得了，读这个注解就念了这么多的经文啊，就念了这么多的祖师大德的开始，这种注解的方式好啊，没有个人的意思啊，个人意思人家未必相信，这样注解就不能不相信啊，啊，这不是念老注的啊，啊，念老从经论祖师大德上抄这么多东西来啊，说明这个经典经义啊，即大乘啊，莲公是集五种经本的大乘，念老是集经论古大德注解之大乘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稀有难逢啊！啊，这是真正接受了释迦牟尼佛因中佛主啊，他们在这个时代作为释迦牟尼佛的传人，把这个大法一代一代传下来了啊，现在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非常之多啊，我们感恩念老6年的辛苦，带着重病啊，完成这本注解啊，实在是太难得了，我们的感恩呢，怎么感恩？读这个注解，细读这个注解，精研这部注解啊，反复不断在这里学习啊，然后我们的疑虑完全化解了，真信真愿万缘放下啊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肯定得去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真报佛恩，没能往生没有报佛恩。
一定自己真正往生，这报佛根。真正往生，我们这一生没白过，这生过得太充实了，太圆满了，所以该放下的要放下，不该放下的也要放下，彻底放下。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今天有个同学送了一份资料给我，这个星期的灾难，53起，一个星期，都是很严重。这个东西什么？每个星期我们看这些，今天我们赶紧努力呀，赶紧放下了，赶紧念佛了。除了这个方法，没有任何方法能救自己。能救众生找不到啊，只有这个方法。所以世尊在此地殷勤不断重复的嘱咐。这句话说得好，末法只有这个法门能够帮助众生得真舍之力。这一点不假。帮助你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成为阿惟越之菩萨。这厉害得了吗？故诸守护，嘱咐我们守护，为一切有情做生死海中之明灯，导助众生出离苦海，故云长夜利益了。长夜是六道轮回呀，在这个里头永远迷惑颠倒。觉悟的人出去了，不觉悟的人留在这里。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是生死海中的灯塔，指出我们一条出苦的一条道路。我们自己修，做出好样子给人看，这就是导助众生，引导一切众生出离苦海。你往生的时候那种瑞相大家看到了，他有感受啊，他明白了，他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他真干了。没有好的样子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人讲科学，对什么首先怀疑。真的看到样子了，他就不怀疑了，真看到了。往生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没有病痛，说走就走，这才行。我们真正发愿不是为自己，是为给众生做样子，让众生相信净土法门，相信念佛往生是真的。我做这个样子给大家看，阿弥陀佛加持你，你真能做得到啊！所以这个不可以不认真学习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。
你能感动一个人，带一个人往生，大慈菩萨说，比你往生的功德大。啊，你带个人去，那带两个人呢，就更好了。带上十几个人呢，那你就是菩萨了。带上上百的人的时候，你是大菩萨了。要超过10000人，那你是阿弥陀佛再来了。这大慈菩萨说的，啊，勉励我们，啊，也就是弘护这个法门。啊，弘护是要真干，自己不真干呢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自己一定真干，啊。一定成就。这赖此妙法，则可令各类众生熟利生死，不堕无趣，免受众苦。啊，佛的用意在此地。众生六道轮回很可怜。可怜从哪里看呢？你要从他现在造不善离业啊！你看他的念头、起心动念不善啊，烦恼习气特重啊，他造的是轮回业呀。现在你看，全世界无论到哪个地区。各行各业，你细心一去观察，全是轮回，而且不善的多，善的很少，不善的果报在三途啊，善的果报也是在人天啊。啊，现在人间这个社会乱了，天上也乱了。人天都乱了，你说麻不麻烦？啊，从前天上的日子好啊，快乐，现在天上日子不好过。啊，我们是从过去，是从常慧法师里的这个信息。啊，常慧法师那时候北朝鲜一些山神，8个山神去找他，想把他带到北朝鲜去。啊，这个过关的时候，中国有护法神，那护法神力量很大，不准他带走。啊，所以他在空中掉下来，还不错，掉在沙堆上，没受伤。啊，空中掉下来，啊，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被一阵旋风，啊，就像龙卷风把他卷走了。啊，掉下来之后，赶快打电话给庙里。啊，庙里面人找不到了，在惊慌的时候得到信息，那派人把他接回去。接回去之后，这八个山神啊，又来找他。他就问他：“你们来干什么的？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啊，北朝鲜来的，有300多个山神，他们是代表。啊，他修得不错，希望请他到北朝鲜带大家一起修行。那现在去不了了，这个八个护法神呢，也没有回去了，也就做他的护法神了。啊，我相信他不是编故事骗我的。啊，他到这来把这个事情详细告诉我。啊，他曾经问这些护法神：“你们做山神呢，做多久了？”3000多年了，他就问他：“3000多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你们为什么不修行？”
那个时候不知道，错过了因缘啊，到现在看到世界都变了，想修行了啊，他们也到天上看了，天上也乱糟糟的啊，所以想起来还是极乐世界好。啊，大家希望找一个好的修行人，修净土的，来领导他，带领他们，大家一起共修。啊，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啊，我们想想也有道理。为什么？这个意念呢，不可思议。我们的念头，一个不善念头，可能影响天上，啊，也遭难了，也不善。啊，现在这个地球，你想想看，有多少人发射出去念头是善的，有多少人是不善的？啊，你这么想一想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们周边的环境，啊，往下看是三恶道，往上看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啊，大概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干扰少一点，欲界天肯定受干扰。啊，那么我们就明了了，佛陀的教育多重要。在这个时候，啊，学习佛陀教育，真正修行。这是大善呐，这不是小善呐，这是诸佛特别护念呐，龙天善神保佑你，那是肯定的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，啊，所以能够想象得到的，啊，诸佛菩萨的用心就是。希望能全心全力帮助各类众生，这个各类众生，九法界的众生啊，啊，俗离生死，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，出三界，不再堕无趣，无趣就是六道。啊，实际上来讲呢，只有这五道，六道加个阿修罗。啊，实际上阿修罗，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除了地狱没有阿修罗，其他的四道都有阿修罗。啊，人有阿修罗，天有阿修罗，鬼有阿修罗，畜生有阿修罗。啊，阿修罗修的福报很大，都在佛门修的。啊，为什么变成阿修罗呢？嗔恚傲慢的习气特重。啊，好胜心强，嫉妒心很强。啊，他真修啊！啊，他也修无界十善的。啊，所以他升到天上。啊，脾气大。啊，福报很大了，到了天道啊，但是在天道里头要造孽啊，人间福报也大啊，在畜生道、恶鬼道都是有大福报的这些人啊，但是心地不善良，没有慈悲心。那换句话说，他搞自私利，他搞名闻利养，啊，他有贪嗔痴慢，特别是傲慢，特别是嫉妒，
啊，那么说六道呢，就单单指天阿修罗。啊，讲五道呢，天阿修罗就归天道，这就变成无趣了。免受众苦啊，只要不出轮回，你就没有办法避免受苦。苦事太多，佛经把它分为三大类：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这三大类。这三大类把整个六道的人全部包括了。啊，欲界这三种苦都受，就苦不堪言呐。色界里头没有苦苦，它有坏苦，有行苦。所以他的苦比一般轻了，那最轻的是无色界，无色界只有行苦，啊，苦苦坏苦都没有。啊，佛教我们呢，应当要永远脱离，啊，这是富足弥勒等护持这一部经。这个意义啊，我们看幕后这段，应勤修行一下，表为究竟而立，自觉觉他了啊。殷勤修行呢，顺我啊，随顺我教，当孝于佛，当念师门。啊，这是表究竟圆满的两种理，往生。自觉就圆满了。你帮助别人，别人相信的，别人也肯发愿求生净土，那他也圆满了。啊，跟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。啊，八万四千门你得到修学，不一定你真的圆满。啊，只有这个法门特殊。但当遵顺佛语，啊，一定要遵守，一定要随顺，啊，佛的教诲，佛不骗我们，不欺骗我们，坚持经法，精勤修习，两报丰恩呐，啊，对于这部经不能不坚持，啊，决定不能够放松，修学净土，啊，每天要把这部经最好作为早晚课，早晨念一遍，晚上念一遍，如果我们还有疑虑，对这个事法还有贪念，最好是听讲，把它听明白、听清楚。啊，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做个比较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你就晓得你的选择是正当的、是正确的，没错误。啊，要精进。要勤奋来修习，啊，修是依照经典的理论修正我们的想法看法，依照经典的教训修正我们的身口的行为，啊，习是落实，
啊，把你所修所学的落实在生活上，你全用上了，这才是真正啊娘报奉恩呐、啊。娘是敬仰、敬仰啊，报佛之恩。下面随顺我教，当孝于佛，常念师恩。这个三句，君子尊师重道，依教奉行。啊，前面我们学善知识，善知识就是老师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善知识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善友就是老师啊，我们这一生有没有成就，关键就在老师啊，真正遇到好老师，遇到好老师，亲近老师，奉事老师基本的条件是心态啊，就是印祖所说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。那么现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社会，普遍的对父母不孝顺，对老师没有尊敬心，这个难了。佛菩萨想教没有缘，怎么教法啊？你要说的是你孝顺父母，他会问你，我凭什么要孝顺父母？尊敬老师，我凭什么要尊敬他？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这个世界将来走到哪里去？走到毁灭。啊，这些年当中，我们常常听到许多人讲世界末日。啊，末日是怎么造成的？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就造成了末日。这一桩事情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无比痛苦的一桩事。你能不能怪这些人呢？不能怪。啊，你要怪他们，那太过分了。为什么？他没有人教他们。啊，连佛都不怪，我们前面念过。啊，经上说的，先人无知，他的父母无知，他的祖父母无知，甚至于曾祖父母也无知。啊，在中国，大概到高祖父母，他们才知道，知道怎么，知道疏忽了，没认真教，知道教育子女的重要啊。但是没认真教啊。所以一代一代疏忽，到现在至少是五代啊。要包括疏忽的话，应该可以推上两百年的。中国传统文化疏忽了两百年的。第一个一百年，清朝末年。
不重视啊，对儒释道不重视了，这慈禧太后干的事情啊，这个罪孽堕地狱，他能出来吗？所以一般人讲，他不可能出来，他的罪业太重了，这个头戴的不好啊。啊，那么世界上其他各个地区的时候也如是，啊，科学发展了，发达了，大家相信科学，啊，不相信宗教了。不相信神圣啊，对于神圣的教育都打了问题，打了问号，甚至于说这个东西是迷信啊。今天的社会是科学造成的，这是事实啊。啊，人都迷信科学技术。啊，科学技术是带给人类一点甜头，但是付出的代价非常惨痛，得不偿失啊！谁知道？现在人慢慢觉悟了，为什么呢？灾难太频繁了，啊，大家有一点害怕了。啊，明年看这个关能不能过去？啊，玛雅灾难的预言，2012年12月21日，啊，银河对齐，啊，科学家的表态，一半认为可能，一半认为不可能。啊，比例是50%对50%，啊，看明年的事实了。啊，我们念佛人要把这个关把稳，那万一来怎么办？所以说不怕一万呢，就怕万一呀。啊，万一来怎么办？真能往生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啊，灾难来的时候，就是阿弥陀佛来接我的时候。啊，我这一年的时间够了，这一年是很长了。啊，一切放下，别再耽误了。贪污啊，那这个因果的自己负责，彻底放下啊！我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，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。咱们现在讲以明过去啊，那个地方安稳了，没有灾难了，那个地方正常啊，教育发达了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诸佛菩萨天天在那里讲经教学，没有一天空过啊！啊，我们到那边去学习去了，到那边就成佛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不去呢？为什么还在这还有留恋呢？啊，实在讲，不管有没有灾难，我们去极乐世界要去定了，我非去不可，越早越好。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个世界一定彻底放下。人家不相信，不孝父母，我们孝父母；人家不尊敬老师，我们敬老师。
我们天天做这个样子给大家看。啊，善根深厚的人看到了，他就会感动，他就会回头。啊，烦恼习气重了，他看到没有感觉。啊，我们不计较这些，我们只做我们自己的。啊，自己做好了，能影响几个人，那是别人事情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我们这样做法就对了。啊，当孝于父，常念师恩，念老师的恩就得要以教奉献。老师希望我们这生成就。啊，我们不没有成就，我们对不起老师。啊，尤其是我这三个老师啊，啊，方老师特别拨出时间来给我讲学，不是在学校听课。啊，张家大师也是特别的，每一个星期1个小时到2个小时。啊，大多数是2个小时，他有事情的话1个小时。啊，1个星期1次，很少缺课。啊，学生只有我一个，我们要没有成就，怎么对得起他？啊，李老师虽然是开了个班，啊，没有个别教我。我们在小班上上课，他特别照顾。啊，没多久我就变成小班的助教。都希望我有一点成就啊！什么是真成就？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叫真成就，其他的不算成就。啊，所以这几句话了，尊师重道啊！啊，这个尊是错字，应该是尊重的尊，没有这个走之就对了。啊，尊重的尊，啊，这也能讲得通。这是遵守老师的教诲，这个意思。啊，实际上是尊重老师。啊，对啊，对，这个也对了。哎，尊师重道啊！啊，尊师重道要依教奉行才是尊师重道啊！不依教奉行那是假的。那不是尊师，也不是正道，啊，所以的标准是依教奉行，依教奉行一定把你所学的落实到生活，啊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这叫真正尊师重道，啊，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孝顺父母是个根。不孝顺父母，他怎么可能尊师重道？啊，佛法是师道，要晓得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啊，他怎么不孝了？他父母都不孝，他怎么会尊重老师？啊，所以今天的灾难很难化解。原因在此地。如果恢复，怎么恢复啊呢？还就这8个字：如何能帮助社会
恢复孝养父母，尊师重道，社会就有救了。该用什么方法来做呢？所以我常常想到这个地区啊，比如说一个县，一个市，这个市长是菩萨啊，市长是讲究这个社会，应该在这个市啊，设一个小区，一个小镇，作为传统文化实验区啊，在这个小区做，提倡什么呢？人人懂得孝顺父母，人人知道尊师重道，把它做出个模样来给大家看。啊，我们过去曾经试验了，在安徽庐江汤池小镇做了3年，做成功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方法好，这个方法有效。啊，当时高昌黎部长在汤池小镇住了半个月，他深有感触，他说汤池小镇的经验可以救中国。啊，跟我们当地书记讲的，正好我在那里，啊，我听到他这句话，他说的好啊，一点错误都没有啊。啊，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能有几个实验区，社会有救了，国家有救了，世界也有救了。啊，不是用这个方法，光是用讲学的，没人相信啊。讲完之后就完了，这个东西讲完之后你不相信，你去看。啊，他一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会感动。啊，一定要把它做出来。为什么科学就讲实验嘛，讲证据嘛，说了不算，那是理想。啊，那个做不到，真正把它做出来了，你就相信了。啊，科学讲证据，今天不拿出证据来，那个科学头脑他不能接受。啊，拿出证据他接受了，啊，他也会欢喜。这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像现在台湾有2个地方在做。啊，也有一点成就，但是这个成就跟庐江比还差远了。啊，马来西亚在做，啊，最近也有一些地方邀请我去访问，我现在也没东西好讲。那么如果有这个机会，我就鼓励大家做这种事情。啊，汤池的经验在海外，有缘的地方，让他在那边开花，真正有结果的话，好事情啊，太好了。啊，这叫真正报祖宗之恩呐，报父母之恩呐，啊，报老师之恩呐，只要把这个念头唤醒了，我们就有救了。啊，所以中国，古老的中国很重视教育，
啊，中国人确实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方法，有很深、很广泛的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经验，有教育的成就。我相信绝对不止4500年。啊，人类没有发明文字，不可以说他没有文化。啊，所以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我相信这个理念绝对超过5000年。啊，因为它只有20个字嘛。啊，口耳相传，我想传10万年也不会传错啊。啊，五伦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你说这能传错吗？传10万年也不会传错啊。啊，这5句，1句4个字，20个字，会传错？不可能。五常只有5个字。仁义礼智信，四维4个字，礼义廉耻，八德8个字，孝悌忠信仁爱和平，绝对不会传错。人只要把这几个字通通做到了，就是大同之治啊，不是小康。那这个地区就是太平盛世啊！啊，中国出现过啊，大同在中国，尧舜禹真的是大同世界啊。夏商周这个三代，大家说的是小康，没错。啊，春秋战国的动乱。在中国绵延了500年，500年的灾难呢。虽然灾难，大家还讲义，啊，连打仗都讲义气，啊，你的阵没有布好的时候不打，啊，还讲诚信，啊，秦统一中国。15年亡国，啊，汉取而代之，汉朝400年，就用礼治天下，一直到满清，啊，是推动什么礼教？啊，礼的根就是孝亲尊师，礼的根本呢。过去没有人不懂啊！啊，我这个年龄，小时候在农村，啊，农村私塾，我们那个乡下了很特殊，是桐城派的根据地，啊，所以那个地区的乡下，读书的风气很深，读古书。啊，我还经历过，时间不长，大概只有1年的样子。啊，以后就改制了，改成短期小学，2年制的短期小学，课程就变了。啊，我前几天看到有人送我几本书，嗯，民国初年小学的课本。啊，我翻开来看看，没错，是那个时候的。变了，没有学古的东西，古时候四书里面
念三字经百家姓，啊，念千字文，啊，一些伦理道德的东西，有啊，啊，但是民国初年改的这个课本里面还是有，少了，很少了。啊，到抗战时候之后全变了。啊，抗战时候还有门功课《公民》，啊，到现在《公民》都没有了，都不要了。啊，也就是关于做人这一方面教育不提了，所有教学都走向科学技术。啊，这是现在，整个世界都是这样。啊，所以现在年轻人他会做事，他不会做人。啊，不会做人到什么程度呢？不孝父母。啊，兄弟姐妹没有友爱。不敬老师。啊，也不相信同学。啊，人情味没有了。全是利害。有利害是朋友。啊，有利是朋友，有害是敌人。造成社会的动乱啊。现在许许多多的人，国家领导人，跟这些专家学者，我们参与联合国会议，见到过。啊，没有不希望。这个世界安定和平，都希望，找不到方法。啊，首先觉得什么冲突太多了，怎样能把冲突消灭？他们用这名词，很激烈了。我参与的时候提出来，不要用消灭，用化解。啊，冲突要把它化解，啊，不能够消灭，你消灭它，它消灭你，永远不能化解冲突。啊，要用智慧，要用伦理道德把它化解。啊，决定不能有强硬的手段。啊，那只是制造冲突，升高冲突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我们将中国五千年的经验告诉大家，大家听到很欢喜。啊，但是怎么说呢？这是理想，做不到。所以我们汤池小镇这个实验就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。我们试验一下，看看中国古老这个还管不管用。结果出乎预料之外，非常管用。啊，联合国的这些人听到了欢喜，真欢喜。啊，怎么叫真欢喜呢？都想到汤池去考察，都想去看看，去学习。这真欢喜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虽然他们遇到障碍没能成行，啊，但是我知道至少有30个，他们用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到那边去做过考察，啊，在那边去住了3-4天。有啊，啊，所以汤池的成就在世界也造成了影响。啊，那么现在的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，这桩事情越来越迫切了。
什么人带头做，什么人就领导全世界走向安定和平。啊，中国历史上有记载，陈塘以70里而望天下，周文王以100里而望天下。啊，他所治的地区很小啊，啊，周朝之，他的国土只有100里啊，方圆呐、啊，这么一个小国，他办得好，就是我们想像汤池一样，办成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示范点。啊，这许许多多国家都向他学习，都尊重他，尊他为天子。啊，向他学习。啊，那个时候国家没统一，叫诸侯国。中国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，啊，还没有到珠江啊。多少个国家？800多个国家，这800诸侯啊。啊，那个时候天子是大家尊重的，称你为天子啊，并没有统治啊。啊，可是诸侯国都听话，又说你有道德。啊，你有爱心，你大公无私，啊，你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，啊，所以大家遇到困难的事情都向你请教。啊，两个国家发生纠纷了，到你这来，请你来评评理，啊，不用战争的方法，问题就解决。啊，中国历史上动乱的时间很短，绝大部分都是太平盛世。研究中国历史，在外国最出名的英国汤恩比博士，他对中国人佩服。啊，中国人真有智慧。啊，这么大的族群，这么大的幅员，这么多的人口，2000多年，啊，秦始皇统一了，一直到今天还是统一。啊，这是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国家。欧洲罗马统一了欧洲1000年，亡国之后再不能统一了。啊，所以他曾经跟持天大族谈过这个问题，他们理想当中，这个世界要想消灭战争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整个地球统一成为一国。啊，汤恩比说：“谁来统一呢？中国人，只有中国人有资格统一全世界，因为他有2000多年统一的经验、统一的智慧、统一的方法，有统一的效果摆在面前。啊，哪个国家都做不到。啊，中国靠什么呢？”就是靠这4样东西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4样东西走遍全世界，任何一个国家、一个族群，乃至不同宗教信仰的，都欢喜，没有人反对呀。啊，这4样东西是信得了，人都有本性，都有良心，良心里头本来有的东西。他
他能行得通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释迦牟尼佛讲的这几句话啊，当孝于父，常念圣恩。佛是一个好老师，佛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。他在经上教导我们，观经的经义三福，是大乘，所有宗派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一共只有三条，很简单，这个我们都能记得，都不会忘记的。啊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第一条，人天善啊，这一条做到之后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啊，记住，根孝亲尊师，根之根。啊，我们提倡《弟子规》就是根据这来的。孝亲尊师怎么落实？《弟子规》落实了。慈心不杀怎么落实？《感应篇》落实了。后面是修十善业、儒释道三个根呢，不是随便说的，经论上有根据啊。那这是人天福报啊，人天修好了才可以向上提升，小乘啊，小乘三句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12个字，小乘的最高指导纲领，后面是大乘4句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总共3条，11句，每一句4个字，44个字，是佛家啊，我们讲五乘佛法，人天声闻缘觉菩萨。修学最高指导原则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不孝不敬，这个社会难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什么人能把这两个字做到，把这两个字带起来？啊，不但国家有福了，整个人类也都有福了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